小脊龙给我抓过来！啊，霸王龙烧！汪汪！进化领域开启！剑龙，把他撞倒！啊，霸王龙，形态转换！你太弱了，看我的，翼龙！啊，翼龙，狂暴雷霆！不想他受伤，就乖乖的把小脊龙交出来。你们，无论怎样，我都不会把他交给你们。霸王龙，我知道你也是这样想的。那就别怪我。霸王龙，坚持住，一定能打败他们。小脊龙，这是小脊龙的能力，能控制物体移动。星期，我们趁现在反击吧。嗯，霸王龙，亮武器！就剩翼龙了，啊，他去哪儿了？翼龙，把他抓过来！啊，翼龙，抓到你了，战斗空间关闭。终于到手了，别磨蹭了，我们走。可恶，别跑！我们大获全胜了。什么东西？别跑！那是什么？怎么回事？